不是不想找媳妇儿，是我过不了心里那一关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快，男的28没结婚，好正常嘛。新郎我是没当过，伴郎我还是当过几回了。每次站在台上见证别人的幸福，我也有想过，有一天主角会不会是我自己？周围的朋友经常劝我，梁快，你都28了，要先成家后立业。我想说，别人爹妈养了20多年，过来跟到你成家，陪你创业，每天为点柴米油盐都要精打细算，逛不完的菜市场，穿不完的地摊货，买个尿不湿都还要货比三家，睁开眼生活一地鸡毛，闭上眼就是彻夜难眠。哪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把日子过成这样？朋友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看到过一句话，问的是在哪一刻你对婚姻死了心，然后很多人都回复同一个答案：没钱的时候。成年人的世界，经济基础才能维持婚姻的体面。加油，先努力搞秘密。